一下，来导演说一说，这部电影哈、哦、拍摄的过程是不是很艰苦？其实我们拍的过程有一点辛苦，但是现在出来很开心，我很期待。其实导演最难的是，我真的想不到他会比叶问难。导演，对，其实两个都比较强，是，拍喜剧就会比较开心，是，我最爱。所以导演现在是非常辛苦的。来到新加坡做宣传的，来坚持说一说开心鬼系列，我们是不是要拍到2100年？开心鬼系列是基本上已经结束了，是现在是开心魔法的系列开始，是吧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开心魔法继续拍下去。其实坚持根据你自己的观察哈，80年代那个时候拍拍开心鬼，跟现在开拍这个开心魔法哈。我觉得那个，你 feel 一下那个市场哦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觉得都是一样的，因为都是时尚品，是。那观众大部分都是时尚，是。我们是大家都一定要去看开心魔法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哎，你们要不要看开心魔法？啊！你们会不会叫很多朋友去看开心魔法？因为我觉得他开心魔法，他出了很多特效。他也传达一些message， 很好的 message， 就是叫人家可能就是不要太想，就是不要太看过去发生什么事情，要往前看，是活在当下嘛，对不对？向前看。好，三位请就坐，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签名会，好不好？拍照 ，OK， 我们签完名再拍，好不好？签完名再拍，好的。来，我们的导演监制还有吴尊，请上座。OK， 现场的朋友，模式都是怎么样？记得哦，首50位朋友都可以获得一张待会我们